接。越来越不错哎，怎么说？桌面越来越整齐的感觉，还是就一直让它整齐就好了。好也行啊。阿弟，出门小心哦，早点回家哦。梅姐，那个电话其实是我老公的。啊，你怎么都没跟我讲？我们要上去嘛，八号，可是昨天天气不好。坐船啊，在旁边而已，我帮你出。什么船不好坐呢？浪那么大。不会啦，现在刚好天气很好，来啦，你来还可以帮我们煮菜，我们就不用那么累。我妈妈不见了。哎呦，你这样会弄破了。没事的。你偶像来了，你偶像，李梅姐，你要喝吗？我没办法喝。梅姐，你要不来？我本来要装给西西。西西啊，洋葱吃啊。哦，我想带西西来啦。没有，梅姐，你用平板桌滑过来啊。因为我们的工作刚好很多。好，卡住了。好啊，那没关系，那我们过去了，我们这边就不要录了。好啊，你们要上。好，还是我过去烤肉。来，我们这边不录了。来啊。好。等你们要。差不多要啦，我们客人坐在这边休息。客对啊，都客满啊，都客满啊，对啊。嗯啊，你看怎样再打给我。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